我跟你讲，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，是红星大厦那个到后台，你哎跑过来跟我拍照，我想哇，这个人也没有很帅。然后怎么会到后台来？因为你要知道，当时没有人找你拍照，所以我是觉得说，我那天是日行一善。自从我跟你拍照的时候，大家才知道原来你叫丽金。为什么那天你会颁最大奖？是因为他们真的找不到人。屁啦！前一年我就没来了，后年再找我，连找我两年嘞、欸。啊？我们公司有这么不懂事的人吗？啊？其实我是一个很宅的人啊，因为我真的我很少出门，因为红。对对，因为你家都没门了。没有，因为出去就要一直拍照。你现在还有导戏吗？现在还有，刚刚拍完了，钱不够用三，贺岁片。全部用三，贺岁片。对。为什么没有找我呢？因为你钱够用啊。我有外在搭配你气质，今天就是最好看的一集。哇，你外在在哪里？都找不到你的外在。你是要换眼角膜了？